好几年前呢，是有一位金先生先开始了用被丢弃的废物来布置村里面的墙，后来呢是其他的居民跟着加入他的行动，也用旧物来美化整个村子。 那因为金先生走路的时候一晃一晃的，有点像企鹅，所以大家叫他企鹅大叔。后来呢，这个村子也被叫做企鹅村啦。一般的壁画村都只是以绘画的方式美化村子，但这里主要是以大家不要的物品装饰，像是时钟啦、家具杂货啦、玩偶还有模型。那整体感觉呢，类似台北的四四南村。 保存了前人在这个地方生活的痕迹，并带有复古的文艺气息。不过，企鹅村更直接将物品活生生地摆设在眼前，到处有览各个角落都会有惊奇的发现。企鹅村里面有几个卖手工艺品的店家，还有卖传统零食的杂货店，有的跟台湾杂货店的零食很相似，一般便利商店是找不到的，价格也很便宜。